三年级之后，小何老师都会带我们到学校附近进行校外教学，让我们认识社区环境。我们希望把社区的景点设计成桌游，让更多人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家乡。它是一个什么机器呢？而且我是老板，可以的。它六小，它偷别人的东西。做许多认识自己家乡社区的桌游，而且玩法都不一样，可以全家一起玩，真棒！借由桌游可以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，让学习变得更有意思。你也可以借由桌游让大家认识你的家乡。